身上。我是演员金灿，我是演员刘端端，我是演员袁冰妍。毒品一日不除，禁毒一刻不止。我们代表雷霆令全组人员在此宣誓，不沾毒品，不交毒友，竖起人身防毒墙，禁毒我们永不放弃。你身上这个变化能起伏，一个咖啡厅的名字要改一下。可以了，准备开始。OK， 行。